朋友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浸信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，真欢喜，咱会通做伙来敬拜主。今仔日的宣道经文是伫诗篇第96篇第7甲第8节，百姓中的达作啊，恁着将权柄荣光归乎耶和华。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带礼物来入伊的院。咱要同心祈祷，天地的主宰主耶和华，你的名是配得世上达人的称颂甲俄罗，你满有威严甲荣光，阮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。才会通来亲近你、敬拜你。你是阮的至宝，阮真蒙福。有你伫阮的生命中，阮就有平安甲喜乐。毋管生活如意，还是无如意，阮相信上帝，你伫阮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。阮顺服，听候你。愿将家己献上活祭来敬拜你，愿主欢喜，愿主的名得荣光，愿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活在无平安的世界，愿真需要常常来亲近主，来经历主的引带甲保护。来亲近耶稣是好的奇妙，亲近耶稣是好的荣耀，与我同苦同梦尽心跳，主耶稣的恳求在我心，在我意Thank you.
指标的双手，将阮带入光明，愿永远感谢阿罗。Yeah.
请听我读今日的经文，记载在罗马人书第八章第37-39节。反转伫遮个隆重个事，咱对疼咱个德性够有准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是掌权个，是现今个是将来个，有权能个，是寒是深，也是别个受造个物，拢袂话过长。咱伫上帝个听，就是伫咱个主基督耶稣所有个听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个人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，等来做一个基督。听阮个主感谢俄罗斯，常常会引穿大领，你稳定，但是拢是新个。你稳定，但是拢交给人用。感谢咱的主，现咱即阵继续有学习你话句的时间。我恳求信心来做咱的老师，继续来引导咱这段的时间。叫主的话句成做咱的帮助，叫咱对主的信心被建立起来。安尼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爱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：上帝对咱的听，是不会来离开咱的听，是永远甲咱伫底的听。对罗马的批第八章，咱若是看罗马的批第八章第31-35节，第第五节的经文，保罗就问了七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，伊所问的乃是伊讲。哦，神那是安尼款，会来为咱，即水会来对敌咱咧。罗马伊所问个问题咧，讲即水会救咱，甲基督会听，会来贴贵咧，无差个物件。会救咱，甲基督会听来贴起，因为保罗继续会来安尼款哩卡度讲，因为我深深个相信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灾。是掌管的，是现在的代志，是将来的这个代志，是有困难的，是归天的，是深渊的，或者是任何别的比作的这物件，拢不会来叫咱甲上帝的听来听开，因为这个听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。这里兄弟姊妹，保罗接着即个经文，乃是甲咱讲，咱的上帝对咱的听是完全的一个听，包括一切的一个听。上帝对咱的听是超自然的一个听，上帝对咱的听是无有改变的一个听，上帝对咱的听是咱无变的来个计算的一个听，上帝对咱的听，果是这无有条件的一个听。是的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对咱的听是无有条件的听。无论咱做什么款一个代志，咱的行为是怎样，拢未会来叫上帝对咱听咱的听，会来加添，或者会来去减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对咱的听是完全的听，上帝对咱的听是永恒的这个听。虽然有当时咱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咱领受了上帝的听，但咱未晓来报答上帝，咱未晓来感恩，咱未晓来听上帝，但是咧却未会来，安尼块物件却未会来。叫上帝对咱的听会来减少，上帝灵怜会来听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话语甲人讲，唯有基督在咱灵怜做罪人的时阵，伊为着咱会来使上帝会听，第一的一所在就显明了。是兄弟姊妹，咱拢会知影，那是爱听一个好人，一听为难，一乖的一囡仔，是真正会简单的。但是咧，那些这囡仔无听话，但是这人哈，哇，伊做了真多无好一个在代志哈，陷害了了人。咱那是爱听伊咧，是真正坎坷的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真正爱听，爱苦念的，就是在这所在。当伊人灵连是无达的咱，伊来听的时阵，咱灵连伊来去听伊咧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就是真正
的这个听。但感谢咱的上帝，上帝对咱的听实实在在的听。当咱感觉咱未配得上帝的听起来，感觉咱未配得会来经历到上帝的听的这时阵，上帝的伊的所在咧就会来去听咱。咱就靠彼得，是不？上啊，耶稣的门徒彼得，有一班咧，我比上帝最耶稣彼得的时阵，伊就有一直迷咧三拜，无会来认拜耶稣，是不？我相信，那那是啊，我是彼得的，一直咧感觉，哎呀，啊了了啦哈、啊，我对单以后，我实在未配得会来做主的门徒哈，我就放下，我都登去了河啦。但是兄弟姊妹，那我当时会来。灰心帮助咱家己，但是上帝无有帮助咱。上帝话我甲咱讲，当彼得出卖耶稣一只面，第一只面的时阵，哈、啊，耶稣也第一个所在。当主啊彼得啊无三拜无认拜，无亲近上帝主耶稣的时阵呢，伊归叫第三拜的时阵，耶稣就转眼看彼得一把，看彼得一把，兄弟姊妹为什么？耶稣爱看彼得一把咧，耶稣会使第一时叫彼得耶个名哦，那是爱看你时阵哦，大家人拢会知影，哎，实实在在啊，彼得是认捌耶稣，彼得是耶稣的门徒，第一时阵那是安尼看，彼得会怎样咧？彼得会甲耶稣做甚，会来比定班第是一个定，但是无耶稣第一次面啊，伊无叫彼得名，伊反倒等伊挖一头看。这个彼得一把，这看一把，这一把的内面代表什么呢？这一把的内面代表了上帝无条件的爱。这一把啊，来代表了耶稣对彼得的这个描述。一把乃是彼得来讲，我了解，我明白你的这个你的软弱，我描述你，我听你，我灵连会来给咱给你弟弟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。耶稣一直没无讲一句话，伊那是回头看这彼得一把，这个一把的内面就代表了上帝耶稣对伊的完全的听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常常也是安尼款，用安尼款的眼光来看的。有阵时咱感觉啊，耶稣看咱，上帝看咱，但是爱注意咱，咱有做唔对的代志，上帝就爱来刑罚咱。实实在在，咱误会了上帝了。上帝不是这样看，但你主不是这样看，但你主也把就常常点在咱的心上，无有来离开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上帝的面前，将上帝的把主的内面是何等宝贝的这个人，永远会来去看顾咱，咱来感谢来过路上帝，有一个牧师。叫你这个卡巴或者牧师呢，是上帝大大使用这牧师，伊写了真多神学言辞，上上帝神学院内面也来教册。有一摆呢，伊学生就问伊讲，我讲牧师老师啊，你会把上帝话句安尼做哈，安尼看你做起，会尽力，你感觉上帝宝贝，而且尽力是甚物呢？这牧师就甲伊讲，伊就想到伊对伊妈妈，伊细汉的时阵，伊妈妈所教导伊唱的一首的诗歌，是咱大家人可能也会要求的，就是耶稣听的，听我挂钱财，因有圣经甲我讲，是的，兄弟姊妹，咱话靠，咱爱知影，上帝宝贝的一努力，在圣经内面就是甲人讲耶稣听的。耶稣听咱，咱也是会来了解耶稣听咱的这时阵，兄弟姊妹就改变了咱整个的人生的人生的看法。好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问题，如果叫健康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感情的问题，咱也是会知影上帝听咱。咱就会来未来回心，因为上帝话过也继续甲咱讲，靠着一位听咱的一位。就是当你主耶稣基督，咱就会使第一切的代志拢得胜过无穷。圣经话句讲人，第一切的代志，任何一件代志，咱就包括地甲卦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这问题，咱拢爱知影。在主的内面，咱是得胜的。在主的内面，上帝的形单有一个困难，所以咱还是要来掠掉上帝话句，咱来听上帝。
咱也爱来行办上帝道路的中间，上帝也应允咱，伊讲我爱啊，叫传听我的人，叫万事拢互相的好啦，叫听主的人拢会来得到益处。所以因出现的疾病，无论咱目前拄着问题是什么，或者将来咱会拄着问题，咱永永远远对记了了。咱伫主的内面，咱是主所传听的人，所以一切的代志，上帝会来看破帮助，上帝会肯人归来，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，并且叫帮助拢互相的好啦，叫听主的人得到益处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会来将伊的话语藏办在咱的心内，咱做神会来祈祷。听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俄罗斯，因为伫你的话语，伫你的话语内面有真多宝贝的一个疑问，甲咱讲到你听咱，愿主帮助咱，加添咱的信心。虽然目前咱可能拄着真多问题，咱也会知影，咱是主所听的。常常做目睭，当贴伫咱的心上，会来照顾你，咱会来引导，会来保护咱。愿主继续赐平安，给咱每一位的兄弟姊妹。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啊，咱愿主保佑保守咱，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。亲大海，我要活好故乡伊，主的爱乖乖山亲大海，我要照顾好乐伊，我要寄望袂着想袂到，但我依然真相依，真相主的大主爱。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父，就是怜悯的父，赏赐各样安慰的上帝，得到俄罗。阮伫各样患难中，伊安慰阮，欲予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，来安慰各样患难中的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的听堂，圣灵的相通。甲恁正人弟弟，阿门。主耶稣听歌，主耶稣听歌，主耶稣听歌，已经把我的名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影，圣经所讲是真正。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的救有体恤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
天门为咱来打开，所有罪过伊洗净，予伊行日入来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已经把我的名。耶稣听我，我怎样？圣经所讲是真正。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Thank you.